今天跟小健身教练啊，不吹小海风了，准备上市里溜圈。嘎家，小裙子整反了，嘎家。小裙子，这家让你尬着呢，嘎家。哎呀，你不老你是啥子吗？怎么老，这不老幽灵吗？啊？啥问题？不去摸，那个就是不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你没有钱。哎呦我的妈！他跟你说这话？他说我有钱，说有钱，但是你没有钱。这你别笑。傻子吧，有的他是啊。你问我，那去哪交涉？不是跟我，怎么说他有钱？你真的没有钱？有的我拍视频，我发你，你怎么每回都是整这一出呢？我没有劲儿，你没有钱，你真的没有钱。因为你二十岁有脸，因为你现在你二十岁，你喜欢有劲儿，到你三十岁你就喜欢，那什么？你们老三十三喜欢有钱，四十四喜欢有钱，我说我喜欢有钱，八十八喜欢有钱，你没有钱不喜欢。我有劲儿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劲儿。我现在给你做一，我现在你先不用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不用吵吵，你现在那没有用的啊，你这么的。你这么的，咱俩我走走，我给你做引体向上，走。我让你这，我让你见识一下吧，我让你，我让你，啊、我受不了这种屈辱。